你摸到硬硬的，哎，来打开就不要了，打开就是死掉了哈、哦。我们要摸完整的，要摸完整的。小的也要呢。对，大小都拿起来。大小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只要这大。还好。好，可以，也可以。只要倒满哦。来，要把它装满哦。对啊，就放在。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体验哈、哦，渔夫的生活。哎呦。哎，其实不深啊、哦，大概30公分啊、哦，30公分。是真的有，不是假的有。大概要一年，将近一年。它长得很棒。我们这边是咸水养殖啊，我们不会做地下水，不会造成地层下陷。对对，我们是前面这边都没完了，那我会慢慢往前移动。哎，对对，这样的话才不会踩死它。来，这边也可以。来，里面不要装水哦，里面不要装水。慢慢的哈、哦，慢慢不用 OK， 因为它其实蛮浅的。看大家嘛哈、哦，就已经有人先下水了。来，继续往前，来这条线哦，这条线的旁边。有蛇啊？有蛇啊，不会咬你的。没有蛇。对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体验渔夫的生活啊，假日。